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启迪之星创投的刘博，也是 Brino 的投资人。那非常非常高兴 Brino 在北美市场首发，也希望 Brino 在脑机接口和脑电应用方面的长期积累和沉淀，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耳目一新的全新的产品展示。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产品，谢谢。